怎么这么唯唯诺诺的？紫罗兰的，这块紫罗兰的够厚够大，挂件摆件都可以，摆件也是小精品的小摆件。然后这个货早上我给100万了，早上给100万他都不卖。这件货其实挺好的，真的好，紫天然的紫，这是自然光啊，纯自然光，现在没有任何灯光。哇，这个烟飘过来是不是有点？能看得到飘烟吗？看不到。看得到应该要找一个那种镜头才好，就有点仙气当飘飘的那种一样。这个货好，真的好，又够大又够厚，后边带黄皮，而且黄皮也是天然的，不是烤色，不是烧色。100卖不卖？然后老板300吧，确定不卖？不卖我走了。走，那咱们去外头溜溜啊。这个东西1000下不了，他说给哥吧，给我3500，3500万的手串给你们欣赏一下。我能看到1000左右，1000下最理想，因为咱们捡便宜嘛，对吧？越便宜越好，我不能我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比国内还贵的货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东西没法谈。缅甸这边极品的东西有很多，捡漏也有，但是你要对，每天多蹲多看就能碰到好合适的东西。这多少能看？3500。真是3500，真的买不动，看不到。你要真看不到。你要这个1000万就买吧呗。1000万我买这个买这个1000万我可以要这个，那个不好。我操，太扯了！这两套来拿对比一下，两套不一样啊，不能给你混，我给你混了，你们自己分吧。这是两家的啊，这是一个马仔的，这是一个马仔的，看见了吗？这翡翠不怕他们混，混起来也不怕。1、2、3、4、5，我把4、5掺在里面，他们两家也能分得出来谁是谁的翡翠。为什么？因为种水不一样，外行或者小白，你们看的翡翠长得都一样，对吧？尤其我手上这5串，其实是不一样的，区别还挺大的，区别挺明显。500捏到了，看这样，低下来看，看得出来吗？这两串更冰，颜色更好，这两串稍微糯冰，然后颜色稍微淡一些，能分得出来吧？所以说，在我直播间，我能教你们更多的东西，不光是咱买翡翠啊。任何东西找我鉴定都可以，每天跟我视频连线也可以啊。行了，谢谢，这个我不要，看不懂价钱，你们的这些东西都太贵了。走，咱们继续啊。好，那这是什么？缅甸的缅甸的A few moments later， 其实翡翠看过万千之后，发现还是绿色的最好看，是不是？翡翠的尽头就是绿色，真的，还是绿色看着最舒服。当然，咱生活当中说带点绿不好，但是翡翠呢又是以绿为尊，这个东西就很奇妙。这个多少吗？1亿，1000下不了。天下都差远了，妈嘞，真的好，漂亮，漂亮，1000下挣不了，不行啊，不行，这个槟榔你不吃，跟他说槟榔他不吃，槟榔你哪都不吃，你看他嘴里嘞，他嘴里吃的槟榔，看他的牙怎么来，对，他不吃槟榔，吃槟榔就好，对，吃槟榔不好，吃槟榔以后。那种什么容易有口腔癌，但是棉多，缺点薄，然后棉重，这块不算太理想，光看着大了，知道吗？但是太薄了，整体不好，形状不好看。还有没有好的？小的，小的好，小的好，小的不好的，小的好。这情理的有，也挺有劲啊。小的我不喜欢，我不是特别喜欢。没有了。
不要，我走了，拜拜。 Two hours later， 看这个，这个就是那天，这个就是那天马仔结婚那个，参加他的婚礼。他们，你们不忙，你们不忙。漂亮，他又跟我说这个漂亮。娶她要一个亿，一个亿，啊，你给我一个亿，我把它卖给你，行不行？又整别的了又，不卖，我要手机。我要净捞800万，你给我。净捞800万，你给我。跟他说，我要自己要净钱800万，剩余的他卖多少我不管。跟他说，对，我要800万。啊，你懂就行了。这不行，这微料。这不行，这种微料就长那个样子。不要那个。跟你朋友说，不要给我插的。我喊哥卖的，好不好？看这块棉那么多，没有封底，鳄棉，但是它紫啊，它够紫够大，所以说这个东西价值也不便宜。这多少？200下台吗？啊，100给。白的不要。美女也漂亮，我喜欢绿的。来，跟美女合影，一次收1000，行不行？给你。可以，合影1000也不少，赚小费嘛。不好看，这个好看，有带货的。太暗了，这个颜色太暗。不灵不灵。看，这就是翡翠的绿，绿分十几种，知道吗？你要完全把翡翠的各种绿都掌握了，也挺难的。不要，不好看。你别拿。哦，马雷。这个好的。这个啥？这个瓜呀！妈嘞，看，来，想收集好货，分分钟我能把市场上所有的好货都能给调来啊！只要咱直播间的大哥大姐有实力，就 OK， 分分钟搞定。不好看，没有。不卖，为什么？八叉你，拿走。不喜欢。这些带货都多了那些东西吗？不喜欢，我要绿的。榴莲的干净。这黑点儿。啊，50还不行？老板，好的。耶。这不要。这聊天里边都绿的，太好看了。冰凉绿，冰凉绿没有的没毛病。你干妈妈，你干，你过去三个月出去吗？你过去三个月出去，没有的没毛病。不要，这太黑了。看见了吗？咋的那么呀？不给，不会给错的。拿个，你们自己拿。拿个。哎呀，你整了我这么多，你看。行了，我这拍不过来了。天哪 ，Oh my god！ 哎，老弟，我教你，你试一下。他天哪！老板，我妈嘞，不看了，不播了。开枪了。时间多长时间了？老板，看见了，好，拜拜了，不播了。看见了，你这样整不过来了，我。拜拜，今天不播了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